那对于啊，当前这个任务我要干什么、啊？要求极大值吧。哎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在金学习当中啊，我们求过极大值吗？ 我没求过极大值吧，所以说啊，我们之前在讲逻辑回归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说我要把一个上升任务转换成下降的一个任务啊？所以说，咱们再来看，对于当前这个任务来说呀，我还是要把求极大值的问题转换成求极小值的问题。那极小值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呢？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你求 w 分之一的最大值。 那是不是就是你求 W 的一个最小值啊？这不就是一个倒数的关系吗？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啊，把这个问题转换一下，你要求 W 分之一的一个最大值，那就是求 W 的一个最小值，这个没毛病吧？而且呢，光求这个就完事儿了吗？咱们刚才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设呀、啊？ 做的这个假设呀、啊，就是你的一个负担了。你的一个负担要什么？你的负担就是说，你既然做了这样一个假设，那在你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啊，你都要带上这样一个小负担了。我们来说，y 乘上一个 ys，它是恒大于等于一的，所以说呢，它呀、啊、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约束条件了。任何的 w 都必须满足于这样一个条件才是可以的。 那我们来看，现在把问题转换了吧？你要求 W 的一个最小值，那你说你求 W 的，就是说你求什么样的什么样的 W 能够使得 W 的值最小？那跟你求什么样的 W 能够使得 W 的平方的值越小？你说它俩的解是不是一样的？ 它俩的一个解啊，都是一模一样的吧？你看，求 W 最小值和求什么样的 W 时 W 方最小值，这没什么问题吧？都是求最小值，而且呢，它的解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把一个求极大值的问题。 转换成了一个求极小值的问题，并且呢，这个极小值啊，我给它形成什么了？原来是一个 W 膜吧？W 膜这个东西啊，看起来很烦呐、啊，它无非就是一个正数嘛。所以说，咱们现在把这个式子改变成求 W 方的一个最小值。但是呢，你看一点，我这块又多引入了东西，引入了一个常数二分之一。 那你说你求 w 方的最小值，跟求二分之一 w 方的最小值，什么样的 w 使得最小值啊？它俩的解必然也是一样的吧？引入一个常数啊也没关系。为什么引入常数啊？因为呢，我们为了之后进行一个求导，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了，平方落下来跟二分之一这个约掉了嘛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啊引入一个常数项是为了咱们方便进行一个求解的。对于原始的问题来说啊，我们求的解仍然是没有变的，只不过说啊式子发生了一个变化。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说啊，现在我们的问题什么、啊？求二分之一 w 方的一个最小值吧。什么样的 w 能够使它得它的值最小呢？那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啊，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个拉朗日乘子法了。这个啊，不知道大家啊之前有没有听过啊？这个应该是高数的上册当中啊会讲的一个问题。 这个问题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它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求积值的。如果说啊拉朗日乘子法，大家啊就是想去深究一下，想去深学一下，咱们也可以啊就是找一篇博客或者是找本书啊来会回,回顾一下啊，咱们拉朗日乘子法什么意思？咱们讲的时候啊就直接用这个东西了，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证明了。如果说大家啊就是对这个要求不是很严，大家只需要知道拉朗日乘子法是科学家证明出来的，它是实际上、啊、可以进行求解的，这就完事儿了。 什么叫拉朗乘的法？说白了，这个拉朗乘法当中啊，就是有很有，就是有几种求解不同极值啊，就是常数，就是在常数啊，在一些约束条件下，这些都有不同的一个计算。那咱们来说啊，咱们现在要用的一个条件啊，我要用的一个条件就是，首先啊，我要求一个什么东西它的最小值。 并且呢，我在一个约束条件下，你的约束条件、啊、其实啊，它是可以是等式，也可以是不等式的。那对于咱们这个来说啊，它是一个不等式吧，因为它是一个大于等于一的嘛。所以说啊，对于现在这个任务来说，我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带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法来进行解决。然后呢，这个、啊、就是我拉格朗日乘子法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表达式啊。大家啊，就是啊愿意去看这个表达式，就看这个表达式，不愿看这个表达式啊，咱们大家听我啊，听我给大家吹就行了。 我们的式子什么？我们的式子其实我们要做的，先给大家概述一下要干什么。要干的就是说，求这个式子的解，在这个约束条件下不太好求，直接求 W 的解、啊、不太好求。我可以把求 W 的解。 转换成求另外一个参数的解，我一旦就是就是求出来 w 和一个中间参数的一个关系，那我一旦求出来中间参数，我知道了 w 和它的关系，那是不是我的一个 w 就可求解了呀？啊，说白了就是绕绕了一下，我们把原始问题的解转换成一个中介的解，求出来中介，我就还可以知道中介跟原始问题解的一个关系，所以说呢，我就可以沿着这条路再把我原始的解给它求出来，绕绕。 乘子法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儿。那我们来看，原始的是什么？原始的式子是一个二分之一 w 方啊，这是我原始的一个式子。然后呢，带有什么样约束条件啊？咱们是不是说啊，它的约束条件要让我的 f(x) 它是小于等于零的？那对于上面这个式子，怎么小于等于零啊？ 把我左边这个东西移到右边，就是一减去 y 乘上 w 加 b，这它们不就是小于等于零吗？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啊做了这样一个式子，把这个式子进行一个展开，展开完之后啊，我得到了就是我下面拉格朗日乘子法的一个结果，在这里啊，大家可以看就是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成员啊，原来 w 还是 w。 原来 b 还是 b，y 还是 y，哎，好像多了一个东西，阿尔法 i，这个阿尔法 i 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啊，它就要，它说白了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样本，其实你看 y_i 和这个 x_i 啊，对应于某一个样本吧。 对于每一个样本来说啊，我都给它加上了一个阿尔法 i，相当于是多了一个系数吧。那这个系数是什么用啊？咱们一会儿再去说。那现在我通过一个标准的拉朗的乘子法，把我原始的问题的解进行了一个转换，转换成了一个新的式子。 在建设当中啊，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求解啦、啊。咱们就要来看，哎呀，对于当前这个问题啊，给它转换成了一个拉朗日乘子法一个标准形式，这是一个非常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一个最标准的拉朗日乘子法它的一个形式了。大家啊，如果说对这个式子啊想去看一些拉朗日乘子法啊它的一个证明，咱们就啊，咱们就到时候自己去找吧。证明起来、啊，我觉着这个东西啊，应该是数学家的工作啊。咱们其实在很多问题上、啊，直接把这样一个。 就是通理或者说公认正确的东西啊，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。我觉着啊，有一些式子咱们就知道行啊，没必要去深究它其中为什么去这么去做，这些啊都太偏数学了，咱们就不再去说了。然后呢？ 对于啊，当前那个式子我拿出来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一点，咱们现在还是有一个负担吧。刚才因为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设，所以说啊，它就是我的一个负担了。负担我要一直带着它啊，永远要满足于这样一个约束条件。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式子，有这样一个约束条件，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呢？这里啊，还有一个东西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东西啊，叫做一个 KKT。其实啊，它是拉了尔乘的法当中啊一个。 就是拉尔索码当中的一个性质吧。那这个性质哈、啊，就是 KAT。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，它是三个科学家啊，他的一个首字母的名字啊，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性质。那如果说啊，大家不想关心这个 KAT 怎么来的，咱们也不去证明啊，咱们直接用这个 KAT 的一个性质。说白了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偶的一个性质。 对于拉格朗日乘子法原式去求它一个最大值，再去求它的一个最小值，等价于先去求它的最小值。 再去求它的一个最大值，这个、啊、听起来比较绕嘴啊，它就是拉尔乘法当中啊，它有这样的一个性质。这个性质啊，到时候大家给大家啊当成一个课外条件吧，因为这个都是一些纯数学上的证明。如果说大家不感兴趣啊，直接啊把这个定理拿过来用就可以了。感兴趣啊，咱们可以看一下 KAT 啊，在拉尔乘法当中啊是怎么样证明的。咱们这里啊就直接拿过来用了，因为有这样一个性质。我先求它的最极大值，再求它的极小值，等价于。 先求它的极小值，再求它的极大值。所以说，现在的式子变成什么了？现在的式子我要求，咱们对于当前解来说，什么样的 w，什么样的 b 能够使得我这个式子，我的 l 的值能够最小吧？那又到了一个求极小值的问题。那一说到求极小值啊，现在大家肯定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了吧？就是只要你求极小值，那我就去求偏导，这不完事儿了吗？ 你要求什么样的 w，什么样的 b 能够达到这样极小值？那说白了，分别对 w 对 b，我给它求偏导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非常常规的一个任务。 对于上面这个式来说啊，其实这个式子很简单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你对 W 求偏导什么，这块儿掉了，这是直接一个 W，里边呢，里边因为 W 它是一个一次项，直接直接就约掉了。所以说啊，W 求什么，我们是实际的可以把这个 W 值给它求出来的吧？因为呢，W 啊，它里边有一个二次项，二次项求偏导得一次项吧，一次项我就可以求出来 W，它实际上等于什么东西？ 那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咱们是不是说了？哎呀，我要把原始的一个问题转换成一个中介，然后呢，再看一下这个中介和我原始问题的解之间的一个关系。那现在咱们来看，这阿尔法 i 相当于是在拉尔乘法当中啊，对于每一个样本数据都引入了一个阿尔法 i，都引入一个阿尔法 i，这不就是我的一个中介了吗？有了这样的一个中介之后啊，咱们再来看。 现在中介和 W 的关系确定好了吧？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嘛。W 等于对于所有的样本来说，阿尔法 i y i 啊，这个不看，再乘上一个 x，这就完事儿了。 然后呢，对 b 求偏导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说啊，对于求偏导有一些稍微有些特别啊。我们来看这里 b 是什么，这里 b 是一个一次项吧，一次项求偏导得一喽，这个 b 可惨了。那这个 b 怎么办呢？一次项全偏导等于一，所以说咱们得到的什么？咱们得到的是一个等式啊，这个等式当中就不含有这个 b 了。那 b 对 b 求偏导之后啊，咱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，相当于是一个条件吧。 得到了所有的阿尔法 i 再乘上一个 yi，它的值啊是等于零的。这个呢就是我现在得到的两个条件，一个是 w 和阿尔法还有 y 以及 x 之间的关系，另一个呢就是阿尔法 i 和 yi 之间的一个关系啊，所有的累乘在一起，再再累加在一起，它是等于零的。那现在啊，我们对于我的一个 SVM 啊，我就求出来了，对 w 求偏导，对 b 求偏导，先求它的一个极小值，这已经给它求出来了。